KD162，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洞洞390，现在对你广播，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严重影响我国海上交通安全及秩序，请你立即转向驶离，请你立即转向驶离。好，画面上可以看到海巡出动巡防艇正在对峙共军，因为今天凌晨陆军司令部证实，在5月29号上午9点多是有两艘的共军登陆艇，分别是舷号 KD161 以及 KD162 进入我金门限制水域，而当时金防部是立即通报海巡队前往应处，而两艘登陆艇根据海巡署指出是在厦门的方向经过我金门宅山南方的限制水域，而当时呢，他们是立即的警告来驱离。不过过往进入我金门限制水域的都是大陆海警船以及渔船，至于这一次为何会有共军的登陆艇，究竟动机为何，还要厘清。